大家好，我是刚哥。今天一个朋友问我，用了两年的这个他大拉菲这个药以后，现在他有些感到后悔，因为当时他吃这个药，他主要是因为这个药的起效快，半个小时就有效了，效期也维持的时间比较长，能够维持三天左右的时间，同时这个药也比较安全，耐受性也比较好。但是这几年过去以后，几乎越来越没有任何的效果了。我问了问他的生活习惯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毛病，他说这几年他就是应酬的比较多一些，每天晚上都得陪人家吃饭喝酒，后来发现这个肝功能也不好了，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还有小便不利。刚开始服用这个药的时候效果感觉到很好，保持三天都有效果，最近这个效果它越来越差，最后它只能增加剂量，也感觉不好使。后面它和西地那非一块服用，感觉也不好，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腰痛、腿软、小便不利这些情况，导致整个人都没有精神的样子。我告诉他吃这个药的时候有几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视力不好的人，还有就是肝功能不好的，还有就是患有前列腺方面的毛病的人，再一个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都不适宜吃这个药。由于他的这个烟酒无度，再加上肝功能也不好，还患有前列腺方面的毛病，就导致这个药的效果它越来越不好。最后我建议他立即停药，按时休息，通过锻炼身体这个方法来使他的身体状况慢慢好转。最后我建议他停止服药，按时休息，多多的锻炼身体来增加身体的机能，希望他能够好转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给一个大大的赞。我们下次见。